大家好，我是袁，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建筑物上面有一个哈利波特的 logo？ 哇，这次的拍摄计划相当的不得了，因为呢，我今天要来带大家参观的就是2023年6月16号在东京开幕的世界第二座哈利波特影城。那这边呢是亚洲的第一座哈利波特影城。东京哈利波特影城跟大阪的环球影城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不会有任何的游乐设施，但是呢，在东京的哈利波特影城可以看到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经典场景。听说东京哈利波特影城拥有最大的便利商店，而且呢还有很多东京的限定商品。那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来东京哈利波特影城，你们一定要先上网购票，它是使用线上预约购票的。那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东京哈利波特影城是使用线上购票的，所以国外的信用卡也能使用。购票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看哦。要如何前往东京华纳兄弟哈利波特影城呢？我推荐可以从池袋车站出发，因为目前西武铁道池袋站的1号、2号月台以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风格来设计，整个换新装，墙面贴上砖头壁纸。走向第一月台，则能发现有一个和伦敦国王十字车站一模一样的大时钟，它是以逆时钟的运转方式，也洋溢浓浓魔法世界风格。然后在池袋车站内，还能发现如窃盗地图中出现的脚印，顺着脚印走，则能找到印上女巫的住址。如果搭乘电梯，会发现原本的玻璃外观装饰成猫头鹰。阶梯间自动贩卖机则能看到可爱的猫头鹰图案，以蓝色色调金黄勾边为设计风格，一点一滴烘托出魔法世界的气息。然后我们这次要搭的电车不是一般普通的电车，我们这次是要搭哈利波特电车前往风岛园，最快14分钟直达。我们终于抵达风岛园车站了。那风岛园车站是以火米村站为设计主题，然后站内的梁柱、长凳呈现鲜艳华丽的红色。月台中央的电话亭不但是打卡景点，拿起电话筒还有新发现，推荐来体验看看哦。另外，车站内有一辆鲜艳的列车，以碧园的主题乐园风岛园中的模型列车。走出车站后，站前广场即能看到霍格华兹四个学院四个旗子，以及鹿的护法塑像。然后走过一条两旁是银杏树的道路，直直走就能抵达这次要去参观的东京哈利波特影城。但是在进入影城之前，记得先跟建筑物外部的石蛇还有哈利波特的眼镜拍照留念哦。那你们一进来呢，就会看到这个火龙。哇，这个火龙真的超大只的。大家还记得这只火龙吗？如果你们有看过哈利波特第四集的火杯考验当中，三巫斗法大赛的第一战常常就是要跟这只火龙打斗这样子。进来大厅，三个面向的上面有着宽敞荧幕，在播放一些哈利波特电影中的经典画面，耳朵里听到的则是哈利波特充满神秘的配乐。因为现在下午我们还没有吃中餐，所以我们决定先前往右边的餐厅。然后美食区的左侧，你们也会看到一间青蛙咖啡店。还没进入餐厅前，看到半空中的蜡烛及四个魔法学院的旗子，仿佛自己就置身在哈利波特的场景中。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用餐区来吃午餐。那我点的这个是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特餐。哇，我真的超爱这样的组合哎！它有烤香菇，有烤番茄，也有香肠、培根、薯饼，还有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吐司，旁边还有副沙拉。这一盘真的是营养均衡，重点是我超爱吃这种特餐的。它的香肠的肉汁鲜美，可是我觉得它的香肠比较偏咸。它薯饼外皮很脆，它炸得很入味。它的这个酱汁非常香，非常好吃。这个肉是因为我们刚才点的时候没有立刻吃，有一点凉掉，但是可以感觉到它原来应该是相当好吃的。难怪叔叔也推荐这道料理。那另外呢，我有点一杯这个无糖红茶。
它冰红茶蛮好喝的，刚好今天天气有点热，想喝一杯冰红茶来消暑一下。2000年9月29日，这一天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开镜日，也是哈利波特传说开始的那一天，因此进入后就能看到几面大型拍摄剧照看板，同时也算是一种记录。往前进则能看到墙上有几位主要幕后工作人员的照片及介绍，多数墙面则是电影在全球播映时以不同语言呈现出来的电影海报。然后走到门前，工作人员会找两位现场的游客帮忙来推开门，在倒数后将门推开，就能看到电影中相当经典及熟悉的场景——霍格华兹餐厅。餐桌后方摆放人偶，并穿上分别代表四个魔法学院的各式制服及袍子。然后正前方讲台上可以看到邓布利多校长，你们不妨可以找他合照哦。从霍格华兹餐厅离开后，就是介绍美术设计的团队，而他们也曾经得过奥斯卡奖。加上对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来说，美术设计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很多观众除了看电影外还会注意许多细节。在这个区域摆放了不少电影里曾出现的布景及建物模型。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问我说要如何进到这个相框里面。那如果你们想要进到这个相框里面呢，你们要先到拍照区这边，然后提示你们手机的 QR code， 提示之后呢，服务员会帮你们操作那个机器，你们可以在这五个壁画里面选其中一个你们喜欢的做拍摄，然后呢拍完的照片就会显示在这边的壁画里面，非常的神奇。然后我们进来哈利波特影城的交易厅，格莱芬多以红色与金色为基调，墙上的肖像壁画、复古式的家具摆设、鲜红沙发搭配鹅黄色灯光，呈现出一股温暖的氛围。然后这里就是哈利波特当时在学校的宿舍，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同学的床位都有自己喜欢的装饰品，像是哈利的好友荣恩就在床边贴上自己最喜欢的查德利炮战队的海报。左边弯起扬起了，那这边都是魔法书，很想看看你有什么秘籍可以让我研究魔术。我开始想去学魔术了，怎么办？好，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魁地奇。那你们可以看到有护具、球、球棍及计分器。这个布景区域最后则是霍格华兹的校长室，可以看到校长邓布利多跟旁边的护法凤凰。在校长室对面则是邓布利多的介绍跟外形转变。看到展示者33根分别属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人物持有的魔杖，右边的话则是电影中人物曾穿过的衣服展示，无论哪一件都能看出服装设计的用心。左边的话则是食死人面具制作体验设施，能利用城市提供的颜色及花纹制作属于自己的面具。好，我现在要给他施法哦。哇，好烫哦，这烫的不是盖的。然后这边都有冒烟，大家要小心不要被他烫到。如果要在这里做报告，要在这边做一整天，我也不会累。如果以前我大学有这个环境就好了。这里不只适合做报告，也很适合在这边工作。我喜欢那种复古风，这边都是走复古风的路线。我刚以为我时空错乱，现在是六月，但是我后面竟然有万圣节的布置，是怎么样？是时空错乱了吗？这个小屋还蛮特别，它这个是用石头去组成的小屋，有一种那种石器时代的感觉。来东京哈利波特影城呢，绝对不能错过这杯奶油啤酒。它不是一般的啤酒，它上面的这个泡泡是用奶油去做的，很特别。
而且我光这样闻就闻到它的那个奶油的香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醇。嗯，它上面的这个奶泡喝起来甜甜的，跟一般啤酒不一样。一般啤酒的奶泡是不会甜的，但是他们奶油啤酒的奶泡会甜，而且它的奶香味非常的浓郁，非常的纯。然后它下面的啤酒也很好喝，它的啤酒没有什么麦香味，但是我觉得它的啤酒有带点果香，不会太苦。我真的超喜欢这杯啤酒。奶油啤酒杯是可以带回去的，但前提是你要在一个洗手区那边把这个杯子洗洗，把它擦干，再放进这个袋子里面，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这样子。那这个呢，就可以带回家做纪念。它是三层的，超高的，一般都是双层。真的有机会很想去英国坐坐看。然后啊，这边还有小车车可以坐，有机车有汽车可以坐，大家都在等着坐这一台。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是哈利波特系列当中最经典的场景之一，学生们得穿过月台才能搭乘霍格华兹特快列车前往魔法学校。月台的另一侧也有电影的角色服装展示，然后这里的火车是自由参观的，大家不妨可以进入火车内参观哦。这个真的是哈利波特电影的场景哎，而且这边都是各式的，他们这个就是一间一间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哈利波特就在里面，我真的也很想坐在里面享受这个火车之旅。好恐怖哦。世界首度登场的魔法部只有东京才看得到，这座占地面积900平方公尺，空间中央耸立着刻上魔法骑士力量的纪念碑。号称可以满足任何巫师或女巫的需求，想买什么都能找到的斜角巷，当然也能在哈利波特影城中一探究竟。随着光影变化的设计，参观者可以欣赏到斜角巷白天与黑夜的街道风景。我们远远就能看到巨型移动式人偶看板的卫士巫师法宝店，都是让影迷一看就认得出来的地标型商店。我要全包了，我今天要当一日哈利波特。哎，这个超帅的，哎，我巴不得穿上这个衣服赶快飞上天了。那我这件呢就是哈利波特的衣服，那如果你们想要购买的话，就是在这一区购买，这边有卖很多件，你可以挑选你自己适合的 size 来做挑选，这样子。哈利波特影城拥有世界最大的哈利波特商店，准备了超过7000款商品，并用设计精致的道具装饰加以点缀，从衣服魔法袍到魔杖、装饰品、魔法生物玩偶、文具杂货、明信片、手杖等应有尽有，也有日本限定商品，真的一定要记得多预留时间挑选纪念品哦。好，我们终于逛完了这个东京的哈利波特影城，现在时间是7:32。其实我们已经从早上10:30就到这个池袋车站，一直展开我们这个拍摄行程，真的拍不完。我们预约这个东京哈利波特影城是1:30，但是我们今天大概1:00就可以提早入场了。你们可能从哈利波特影城这个外观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实际里面超大的，逛不完。哎，我现在手机也，你看我现在手机只剩1%了，真的拍到没电。然后我的相机的记忆卡也差不多快爆炸了，里面真的太好拍了，真的啊，里面很多那种哈利波特的电影的精彩的场景，真的是让我回忆起以前看哈利波特电影的时光，这样子里面真的很好拍，不管是它里面的伴手礼啊、设施还是餐点，我都非常的满意。那建议大家如果要来这个东京哈利波特影城，你们记得要
带行动充电，不然下场会跟我一样拍拍快没电了。那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会想去拍大阪的环球影城，不过应该要等到十月了吧，那时候暑假也才刚过去，人应该会比较少。顺利的话，我应该十月十一月会去大阪拍环球影城，详细也会跟大家做个分享和介绍。好，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拜拜。我们又回到了丰岛园车站，晚上的丰岛园车站还是很美耶，怎么突然有一种来到维也纳车站的感觉。